为什么刚刚还要装篮子呢？直接装袋子就好。刚刚后面有人在等啊，两个。啊，不是一样事情，你是够呛。先放进去。我整个问号。我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。那桃园现场，你的想法要不跟我的？没有啊，我还在装篮子啊，还有在桃园。两个 Karen 呢？就只有一个。OK， 那 Milk 宝宝呢？魔法师。